围才搞的，你应该消费了。然后你做你的运动训练，你先来我。而且运动训练这玩意儿，首先重要的就是提出这个这个单位的特点。对。而且很难搞清楚。对。个人认为他这种就是运动训练，也是放在运动，不放在运动或者放在运动训练之外。对。别说运动训练的话，跟我们这个放在一起，它也方便。对。要不然。